哇哦，讲到5A 了哈，刚刚在直播上啊，我们是讲讲聊聊天，对，稍微讲一题嘛。那现在再把系统化讲一下好不好？那好，那我们解这个东西啊，接下来第五题就是第五六七就是解方程啊，就是这章的最后一个重点哦。好，首先呢，先讲这个哈，你解方程对不对？这个第一步嘛，你 solve 嘛，solve 这个东西的话，有 solve 有根号，我们就这里哈。好，我们第一步哈，整理哈，一项整理呀，OK 嘛？可能第一步一项整理哈，一项整理咯，OK 吗？可能两边一个根号啦，或讲啦，一项整理，OK 啊，一项整理。第二步嘞，取平方去根号嘛，取平方啊，去根号，有可能要做两次哈，去根号，OK 吗？取平方去根号，这样哈。然后弄完可能再整理，有时候要多。有时候要多做几次，有时候还要重做，OK 嘛？啊，有时候要多做的。再来呢，再来讲，好，这个哈，取平方整理嘛，再因式分解什么东西，对，OK 啊。好，第四步再 check 咯，check OK 吗？check 的话习惯上是左边，我们本来要左等于右嘛，原来是要左等于右，对不对？我们计算机不要嘛，我们就这样啊，改成这个左边减右边，OK 吗？我们计算机按这以后就变成零，会不会等于零？OK 啊，可以用这种 check 这种 check，不过我 prefer 是这种啊，计算机用这个比较单纯。以后高一、高二、高三我们就验证对不对，相减会不会等于零，这样比较好哈。我们就用这个好不好？好，来这解的流程是这样，好啊。来，我先说，哎，我们初中这道有解过，OK 吗？好了，两边取平方啊，好，这写下来哈，两边取平方。所以就这里哈，我在写哈，哦，取平方来，哦，老师取平方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把那根号干掉，OK 嘛？所以 x 平方减掉 10x 哦，是不是加上25，对不对？好，一项整理 x 平方减 11x 加24是不是等于零，对不对？所以 x 减 3，x 减8是等于零，OK 吗？所以 x 等于3，哦，x 等于8哈，好。这样之后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做完之后没问题了嘛？啊，如果啊，在初中可能这样解也没有啦，初中老师有叫我们验证嘛？check 啊，好，check OK 吗？check，check 的时候，when x 等于三啊，when x 等于三，我们有讲过嘛，对不对？左会等于右嘛，初中是这样。啊，我们这里现在高中我们改成两个相减会不会等于会，左就等于右了嘛？OK 嘛，我们就用这个啊。这答案就对，如果相减等于零，答案就对哈。好，x 等于三的时候会不会对呢？对还是错？旁边偷算啊，这个是不要写的哈。旁边左边是多少？你看嘛，以前我们初中这样，三加三是等于二，这里呢，三减五等于负二，会相等吗？啊，不会嘛哈，这两个不会相等，所以这个打叉哈。我先复习一下初中的哈。好，when 这里呢，when x 等于八呢，x 等于八好，初中讲左边是多少？八加一对，八加一九九根号三嘛，对不对？右边呢，八减五是等于三，对不对？一样吗？啊，一样会嘛？OK，所以对哈，所以是对啦。所以你的 x 等于多少？所以 x 等于八哈。好，考试呢就这样，流程就这样做啊，就 perfect 了哈。同学记得哈，你千万考试只要一题五分啊，假设一题五分，OK 吗？你千万不好做到这里结束啊，了不起了不起啊，有时候好了了不起给你四分，OK 吗？有时候甚至三分半的，OK 吗？好，他了不起，搞不好了啊，了不起给你，给你四分，OK 吗？四分，搞不好这里嘞，这是半分，OK，这是半分啊，啊，有没有？啊，OK 吗？你千万不好意思哦，这个多分是给你四分了，有时候狠的话三分，你要一定要做到这最后这两步啊，check 完最后写个结论，OK 啊？好，这个东西初中要写，现在高中不要，你只要这就好了啊，来。这个呢，你真正画就是慢慢算给我们嘛。那我们真正计算机怎么算？来这里啊，计算机怎么 check 这题？来，我旁边写啊，旁边写一下第二件事啊，如何 check 对不对？我们 check 的时候嘛，如何 check 这个啊？你去 check 啊，其实你要去 check 这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啊，就这里啊，你 check 左减右会等于零，你要去 check 左，sorry，left hand side 啊，left hand side。减掉 right hand side 会不会等于零啊？会就是答案，不会就是没有答案哈，就错了哈。会就答案，不会就不是答案哈。好，所以 left hand side 是多少？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
x 加一嘛，对不对？减掉一项过去嘛，是整个项，对不对？c 会等于零，对吗？啊，可能你移过去是这样了哈，减到 left hand side 嘛，移项过去哈，减掉哦，这样哈，我这样故意这样写哈，OK 吗？整个括号移过去，好了哈，好，你计算机怎么按呢？这个会不会等于按？你怎么按？重点怎么按？你这个有一个这个嘛，OK，x 加一哈，减掉是 x 减五，对不对？是代表根号。嗯，好了，有同学对根号有点陌生哈，没有关系，我是用这个哈，x 加一根号就是这里哈，一 over 二可以吗？一 over 二，那二分之一嘛，就是一 over 二。一除以二哈，二分之一次方哈，好，减掉 x 减五好了，OK 吗？会不会等于零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好，你按计算机的时候就这样啊，x 加一跟它一 over 二就一除二，减掉 x 加五，OK 吗？会不会？好，你按的时候就这样啊，你就按这个哈。你计算机这个东西第一步是这样按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第二步嘞，你按 CALC calculate 啦，好，x 的时候等于多少？三的时候它会多少？会不会等于零？会等于零吗？它会等于零，三带进去啊，四，嗯，二减过，它应该是等于四嘛，会等于零吗？错咯，要等于零才对嘛。再来嘞，再来一次按 calculate，对不对？这个这时候按八多少，它会等于零啊，零的时候就对哈，OK 吗？零的时候是答案对嘛，所以 x 就等于八哈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说下次这红的话，就是我们计算机的按法哈。不要再这样算了，这个东西是初中的哈，这是初中的，OK 吗？这是 junior，初中 junior 的时候做的，OK 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好了，我们讲完这题之后，我们再多举一个例题啊，举这例题好不好？好，这例题怎么做呢？来，嗯，来，OK 啊，你注意啊，好来，两面取平方啊，取平方我就这样做了哈，我不要讲那么多，减 4x 加5。等于这个平方了哈，我不会像这样写了嘛，我就直接这样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3x 平方减 4x 加5，等于多少？这是 4x 平方减236，622x 加上9，对不对？这移过去啊，x 平方减掉 8x 加4是等于0，哇哦，感觉起来很僵，很鸟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关系，x 等于多少？来啊，好，这个 x 等于负 b 哦，啊，负 b，对不对？加减 b 平方啊，这个很丑的哈，有没有？减 4ac 哦，除以多少？除以 2a 对不对？好多少？8加减多少？64减16多少嘞？啊，2对不对？所以8加减48对不对？48这样嘛？哎呦，猪头，吐了口水，真是22。好，这8加减6，86嘛，4。三哈，二对不对？好，整理一下，四加减二根号三对不对？好是很丑，如果你看你这样带进去做是做死你，不要，我就跟你讲嘛，check 嘛对不对？check 啊，when x 等于四加二根号三会不会对呢？好，怎么按？计算机怎么按？哇，这个来不及，我写这里哦，计算机怎么按？来。我写 not that 就三啊，not that 三 check 啊，check 这里哈，来，这里了，嗯，来，not that 三啊，check 哈，好，你要 check 谁啊？你要左减右嘛，你就这样 check 啊，这样啊，3x 平，嗯，这样哈，3x 平方减掉 4x 加五，这二分之一次方，这样啊，一除二啊，二分之一。减掉括号 2x 减3，对不对？OK 嘛，第一步按这个，第二步呢，calculate 啊，CALC 对不对？啊，问你 x 多少，你就按咯，四加二根号三咯，会不会零呢？会不会零？嗯，看一下啊，会不会零？嗯，好，来我看一下啊，它会不会零？然后再来另外 CALC 这里呢，四减二根号三会不会等于零啊？OK 嘛？好，我心算一下啊，嗯哼哼哼，x 平方减 8x 等于 8x 减4，来算一下好不好？有平方没会少一个哈，8减6啊，先等一下同学，这个应该是可以零哈，你按下计算机要按啊，这个应该是零对的哈。
这个应该是零啊，这零所以对，这个不是零啊，所以这个错哈，所以这是对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啊，我稍微心算是这样啊，换多少？换 x 等于四减二根号三，对不对？266，好，这个会不会对？错了，好，所以答案是多少？所以啊，所以啊，所以写这个，所以 x 等于四加二根号三，OK 啊？好，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了哈。Good，no problem，好了哈。